那些气刺都被冲走了，还有水上面还飘着一些电器，好像冰箱啊这些。北面那匹山就是铁山坪了，这下面就是江面了，这个视野不够宽了，看不清楚啊，我们还是走前面去拍一下。朋友们，我现在到了铜锣峡那个峡口的位置啊，也就是从这个位置之后江面又会变宽，大家注意看，就从这里从这里之后江面突然又变宽了。铜锣峡的形成是因为两边有很高的高山，之后那里成一个峡谷，所以就形成了这种好似山峡一样的峡谷。下面我换个角度让大家欣赏一下这个壮阔的景色。